小姐你好，喝点什么？啊，拉菲格，一杯。嘉宾加水。嘉宾，谢谢。 啊，谢谢。你给我的那件衣服特别特别。麻烦你给我杯32年，酒水一比。好的，先生。第一次喝 whisky。 日本的酒，好入口些啊。麻烦你给他来一杯，算到我账上。好。来试一下。又不是买醉，没有必要喝那么猛吧。挺好喝的。你知道你点的那种苏格兰 whisky 在哪个国家最受欢迎呢？不知道。希腊有个小岛叫帕鲁斯，岛上的人有一种风俗：人死以后埋3年，把骨头挖出来，再用美酒洗干净，放到盒子里，再装到每一家的墓中小屋，家族的人就会世世代代在一起。 如果我今天喝的是别的酒的话，你说的这个故事，应该也都会是同一个故事吧？是美酒了，不能浪费。 你不是这个仓位的客人吧？你从哪里看出来的？我和这个酒吧里的其他女人有什么不一样啊？这个仓位的女人不会给自己的高跟鞋贴底胶的，尤其是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 你知不知道每一年从游轮上失踪的人大概有100多？开始的时候还怀疑过这个数字，但现在我相信，看起来大部分是酒鬼失足了。我怎么觉得大部分人都是自己跳下去的？那就无人知晓了。我们早晚都会到那边去啊。我没有办法理解，在这事情上。 也要插队的。真的游泳去跳下去的人，应该都是极少数的人。像我们这种大部分的人呢，应该就只有插队抢鸡翅的勇气了。谢谢。 晚餐的时候就看到你，一个人还跑到收费餐厅去吃饭。
那么关注我啊？其实价格也没有贵到很离谱，不是吗？你说那些普通舱的人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到楼上的这家餐厅好好的吃一顿？一部分人一想到这个餐厅不属于自己的舱位，可能不会上来多看一眼，还有一部分人呢，上来看过那发现自己能吃得起一顿餐，就像你这样，但终归它是需要额外付费的，还是要回到自己在上船前就已经买好的船票包含的餐厅去。我不是你说的第二种人，我看到了这里的好，我就要留在这里。可以啊，我可以帮你 upgrade。不用了，谢谢。我不接受这种额外的付费方式，我自己可以负担得起。